皇上，臣就送到这儿了。你和皇上先回都城。为什么？你不和我们一起走？对不起，苏琪，这次我可能要去瓜州的方向。你和皇上他们先回都城，别担心我。陆桓，皇上，请您上马车吧。放心吧，王爷马上就回来了。早点回来。陛下，瓜州王子屠戮百姓，一夜间逃了七八成的人。将身上的碎银分给这些难民吧。是。陛下，苏琴不见了。什么？
你醒醒，你醒醒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。晋公公，王子他失手了。什么？王子失手了？回公公确实没成功，一行人安然无恙地离开了。王子可受伤？这倒没有。好，赶紧去查查看，王子现在身在何处？是，快去！是是是。皇上，您回来了。您回来怎么不提前通知一下老奴？老奴好前去迎接您。德全，你累吗？累？哪有奴才不累的？奴才能为皇上效力，万分荣幸。是替我，还是替瓜州王子？皇上，您回来了。您回来怎么不提前通知一下老奴？老奴好前去迎接您呀。德全，你累吗？累？哪有奴才不累的？奴才能为皇上效力，万分荣幸。是替我，还是替瓜州王子？皇上，奴才伺候了皇上二十余年，但是奴才是瓜州子民，各为其主。你的王子死期已到，你的光复梦败了。先王，老奴见。
来人，将罪臣德全押入天牢。是。皇上，六国联军已进犯成国边境，你保重啊，保重。小狼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我去叫小姑他们。怎么了？别走。好，我不走，我就在这里陪你。要再歇一会儿吗？以后把这里给你做成手工房，这里给你做成你做吃食的地方。好。还有这里，这里你想做什么本王都给你干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哎，这不是我的河灯吗？做得挺好的。哦，我说为什么少一个呢？原来是被你带走了。你下次要是有什么想要我做的，就直接跟我说，我都给你做。啊？怎么了吗？脸上可是有什么东西？嗯？苏姐，那天在战场上我差一点就去了阎王爷那里。不许说不吉利的话。我是想说，是因为有你的缘故，是你让我想到了我与你在红烛之下对白的画面，所以我才拼了命地返回这里实现。苏秦，嫁给我吧。好，我苏秦此生只嫁陆桓一个。我去宫里见一下皇上，你在家里等我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好，但你的伤还没好全呢。没事。快去快回。太后召见苏贵嫔。
苏贵嫔，你可知罪？回太后，不太旨。大胆！你与你父亲蛊惑皇帝与宁安王，想让皇帝杀了德全，若不是我起了疑心，竟不知你们父女二人下的这样一盘好棋。太后，真是扣得一手好罪名。又是你，果然是异族血统，不值得信任。天下终将一统，何来我族异族之说？禁军何在？母后为何要召禁军啊？朕自幼年便被母后拱上皇位，也曾想过与世无争，闲云野鹤，但儿臣不能。朕在这个位置上，就是要朝堂稳固，待四海归心。所以今后的日子，请母后颐养天年。这次你们二人就不必去了，陛下那边一切初定，我已经替你们安排妥当。王爷，您真的不要我？这次去九死一生，何况你们已经跟了我许久。从追随殿下那日起，月莲便说过生死不论。这一次殿下深入险境，我们二人怎可躲在都城？苏浅，苏浅，你该回家去了。明天就走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没什么，只是事情处理的差不多了，我也要走了。那我呢？你上次不是说你……那是那时的想法，现在本王不想娶你了。什么意思？陆华，你转过来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。本王说，本王现在不想娶你了，你明天就回去吧。
你骗人！你说你要回边疆，你是要上战场，你骗人！六国联军已经在边境集合，你骗人！你是要去打一场硬仗，你骗人！你希望我可以另寻他人，陆环。但是你忘了，你骗不了我，陆环。我不会阻止你，我会等你回来。你放心，我会吃好喝好睡好，保护好自己。我会在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等你回来。姐姐，上个月开始，陆环的心变断了，我爹什么也不肯说。你知道他与皇上联系过吗？没事儿，哎呀，你别担心他，王爷吉人自有天相，没事的啊。但愿吧。哎呀，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？接下来该吃饭了。是，你是该吃饭了。你看看你，都瘦了。是陆环有消息了吗？乖女儿，
先跟爹爹回家吧，好吗？鹿晗为什么还不回来？爹，下次你出生是什么时候？你能带我一块吗？现在朝堂不安稳，爹如果离开，怕皇上一个人应付不来呀。我每周都给鹿晗写信，每周都写，但就是从上个月开始，我便没有再收到过他一封回信。许是信差出了差错。你还在骗我。我知道的，鹿晗他失踪了。乖女儿，我们回家吧，你娘做了好多好吃的在等你。你放心，再等一段时日，一定会找到王爷的。我答应过他的，会在第一次见面的地方等着他，我不回家。你为什么喜欢宁安王？他可不是什么好人。谁说他不好？在我眼里，他就是最好的人。你喜欢我，对不对？遇见你是老天给我最好的恩赐。苏秦，嫁给我。我只是个平凡的女子，自幼时便期盼着长大以后能够和心爱的男人在一起，一心一意一双人，过着简单的生活。其实我一直都在骗你。我知道，春儿，今后你我是夫妻，并非君臣，这是朕给你的承诺。
苏秦，别怕。陆环，我还在这儿，你回来了。